大家 好，我是凯文。新的呢？今天和新的一起玩《艾丽奇幻乐园》，你们现在开始一起 Let's play。好神奇啊，艾丽的。对，《艾丽奇幻乐园》是大象，大象。是不是很可爱啊，新的啦？赞赞！是什么呢，朋友们？按这个电源，大象鼻子就会长出来。大象的鼻子，就这样。这样抓住。简单的把这个抓住，看到了吧？刚才，就这样，简单抓住的游戏。很简单。就是这么简单的游戏啊，朋友们。时间开始呢，新的先开始。用一个道具，就一个。不能用两个吗？只能用一个。好。好，首先。看看一次能抓住几个，先测试一下。好的，准备，开始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哇！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！行了，几个啊？我来数一下，新德拉一共8个，耶！很好啊，这位是凯文，咻咻咻咻，开始 ，Go！什么？不能拍我！我逃走了！什么呀，这个？凯文呢？一二三四，一共4个。还记得刚才凯文说的吧？刚才只是测试哦，是练习，练习，练习。现在呢，我们知道怎么玩了。好吧。所以要加一些游戏的规则哦。这有四种颜色的蝴蝶结。我们给这四种颜色的蝴蝶结加上分数，结合分数算。橙色的是1分，绿色2分，黄色3分，蓝色的4分。蓝色的要多抓一些。对，蓝色的要多抓。知道了。现在好聪明哦。行了，我们开始玩喽。知道了，出发。出发。行的，准备，开始。新的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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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每次唱歌都玩得很好啊。新的啦啦啦啦啦。蓝色抓住了。蓝色的一个。橙色的，橙色的最后一个，结束。一分的好多啊。橙色的是1分，2分，3分。绿色是2分，对吗？就是4分加起来就7分，然后黄色的是3分，10分，14分，耶！好厉害啊！凯文来了，好的，都进来，都进来，真的，感觉赢了呀，出来了，找到了，先来看一下1分的橙色，2个，2分。绿色是2分，对吧？4分，4分，6分，6分，然后黄色最多，黄色的4个，18分，蓝色的2个，你算了，你赢了，1共26分，凯文胜利，耶！什么？不要进攻我啊！不攻击你，行得了，我们只会玩别的。刚才大象一直躺着嘛，现在大象想动一动，来动一动，对呀，你想动一动。我想动一动哦！这次对方按电源之后拿着大象动，更加难了，当然。所以这次用2个道具。好啊，用2个。好，好的，开始吧。这样也可以吧？来了，知道了，准备开始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来了！真的好难啊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怎么办？结束的太快了，但是抓的很多呀，还是按照刚才的算分的分数，1分，1分，然后2分，2分，3分，10分，14分，刚才也是14分，但是新的啦，这个很难吧？真的很难啊，抓的特别多呀，对呀，所以凯文试试，好的，来吧，来吧。什么呀？什么？都出来了，都出来了。很难吧？辛德拉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大象的鼻子就是这样子的。知道了，但是没抓到几个。这个好像辛德拉赢了。我们来算一算，1分，
两分，这个十分，三分，六分，这个游戏辛德拉赢了。现在比分是1-1。这次我们同时进行比赛，看谁抓的最多。知道了，决胜局。决胜局，但是有惩罚啊。什么惩罚啊？可以告诉我吗？是秘密啊，秘密、啊。因为辛德拉要出惩罚，所以是秘密。那么这次一定要赢。辛德拉准备，开始。开始。呀！啊，不行。不行。我抓到了。哦，什么呀？哦，等一下，呀，好多，哇，完了吗？哦，来了又来了，耶！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，谁先看谁的，辛德拉的吧？好吧，先看你的，绿色两个4分，四分，这个也是两个，六分，六分，十分，这个也是两个，那么18分，十八分，看一下凯文的。凯文的也很多啊，好像掉了。1分，两分，两分，四分，十四分，十四分。最后的话，胜利者是辛德拉。耶！哎，这无法惩罚我吧？给惩罚吧。哦，什么呀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啊？难道我要去穿这个做什么？好吧，我先去穿一下。知道啦，朋友们，凯文登场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你是凯文吗？辛德拉，我们快跟朋友们说再见吧。凯文和辛德拉下次会带来更多好玩的和大家见面的，朋友们再见。朋友们再见。